你能不能快一点呀？今天我妈过生日，其他人都到了，就等我们俩了。你怎么这么多话？你谁给你来呀？一天就知道吹。你一个大男人冲我吼什么？当初真是瞎了眼看上你这样的人，干啥啥不行。你就上高香吧，你瞎眼我还没嫌弃你呢。哎，大平、琪琪，你们咋了这是？秀才哥，我妈妈今天生日，这个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打不着火，家庭又搞不定，说他两句他还不高兴。哦，别急，琪琪，家庭，我来帮你们看看。家庭，你再试试。浩子，你真厉害呀！哎呀，小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啊，先走了。狗拉耗子多管闲事，恶心。行了，走走，快去吧，去吧。秀才，家庭那个人真是不识好人心，帮了他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还骂人。耗子啊，你太单纯了。我怎么了？你呀，得罪的人你还不知道吧？哎，我哪里得罪他了？我帮他难道还有错吗？刚才你在琪琪面前修车，你在她老公眼里啊，你就是变相的展示你的能力，凸显了她老公的无能，更是打击了她老公的存在感。我怎么说给她帮忙她好像不高兴似的。再者说，也许是家庭不想去她老丈人家，她故意让摩托车打不着火了。嗯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耗子，你记住了，用自己的才能去证明别人的无能太容易得罪人了，好好想想吧。我曾大雨之中挽起袖子迎风而行。抖音